找不到路了。生机勃勃的池塘。嗯。我是很想看到那一只大蓝鹭能不能捕鱼啊，给我们看。要捕鱼的时候，它脖子就会慢慢的伸出去，然后啄下去。它现在没有看到嘞，它应该不在那边玩耍吧？大概我想是更没有看到鱼啊，那个动作不像是看到的感觉。小鸭子走丢了，它应该在那边，跑到这里来了。哎呦，真的看到了，天哪，不是假的啦，真的哇，真的吓死我，我想说奇怪。